可以穿试穿看看。不要，跟婷婷一样。不要，是谁啊？奇怪的人。啊！爸爸这是谁呀、啊？不认识啊。爸爸为什么？那假的都会出现简体。爸爸那这是谁？很奇怪哎、欸。那把它改掉啊。不要。试看看，要不要简体？不要啊！大小啊。然后我看你就好了。你们美女在玩什么？为什么手动身体没动？身体也要动一动啊！你要像机器人一样，要像机器人一样。什么身体？身体也要。所以你现在都没有用这个、哦，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还不错呢，不然我觉得这个每次很近的时候人都好大，小小的变形还好了，现在有比较贵600-700的就是可以不会变形，网上卖。哇，你看我这样全部都包括呢，我觉得很好啊。这我给你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没用过。而且你之前给我一个那个什么后面贴的，我现在又找不到了，因为我现在换了那个，我要那个指环，你好像有给我一个。因为每次要拍都想说要在家很嫌麻烦。不要指环吗？你还要吗？是怕开，然后一直笑，你金伯，你帮他一下。嗯、我刚刚也试很久。精准，他真的是有念理工科，他要学很多。对啊，嗯，就是可以天天那种科技设计大学。一样的，我们那个之前我们去看了大概100间，里面98间对面就是房子，绝对不可能，这个是很难，而且他们这一栋都没有在卖。我觉得我真的这个房子他们真的有没有在没有在卖，这个房子。之前这个房子屋主已经卖出去，去年卖出去，结果他反悔，他觉得他可以卖更好价钱，他还赔违约金，然后把那个房子收回来继续卖。遇到还是要加豆瓣酱，失败。嗯，失败。那可能线会那么歪。哎，你们呢？给小婷的都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背这一件的？这里还一杯啊，这个天平你在喝水杯。那个阿姨她就在洗碗里面做啊，我们这边有那种比较高的习惯，阿姨都会点那个。